当初在秘鲁发现这个乐器非常特别，然后是周杰伦那个稻香里面发现这个木箱鼓，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想要做这个乐器，然后就发现，要做出什么不一样，不能像原本的木箱鼓一样，后来我们就改良变成两边都可以调整，然后调整音色，左边可以打出爵士鼓的音色，右边可以打出非洲鼓、金杯鼓的音色，然后呢就申请了专利，然后这个 logo 呢，我们想了三天三夜，真的想了三天三夜，没有骗人，没有睡觉，才想出 Mr. One Count 啊，这个人呢是我瘦的时候的剪影，提着箱子，对，我的剪影，然后卡轰呢就是西班牙发音木箱鼓。